我们现在在神冈的社口，这边就在那个神冈丰原交流道旁边，我们这个松山路这边进来，我们今天要卖一间，乙工的工业厂住，厂房住家，合一，就是自己家里开工厂，楼下当工厂，楼上当豪宅住家，而且有电梯，这边都是工厂哎、欸。对啊，这边算是。这算是什么？这边算是零星工业区啊，对，它是都市计划内的零星工业区。是。那它这边，工业区工厂有一些工厂，但是没有很多。它也有一些是住宅，那基本上，它屋里还蛮新的。是不是这一片？就这个。哪一片？再比一次。我们是旁边这一间、okay. 好、那它除了这个路边啊可以停车之外、okay. 里面它可以停四台车，四台车，对，可以停四台，这一间吗？对，这一间 OK、等一下我拍一下外观，大面宽，哇塞，好好，这是前后其实不止停四台啦，要说再多停一台没关系。地坪多大？地坪有76坪，那因为它这个建蔽率跟容积率都很高，它是70210，它这个总建坪哈208坪，几乎是盖到满，208坪，所以没有落地那个陆地之分。对，那得76坪全部，都可以用得到，而且它后面还有一块水利地。但是那个是水沟啦，人家就没办法用了。是它的电梯，之前有用过，有使用痕迹，但是屋顶很新，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用了。是它的后面的水利地。虽然它是水沟，可是这个水很干净，里面是有鱼的。里面是有鱼的，它虽然在工业区旁边，可是很难得的是它的水质非常的清澈，因为它这个水是属于一种灌溉用水，所以它的水质是清澈的，看得到底的，不是有没有味道的，可以让你在里面抓鱼抓螃蟹，螃蟹，好，那对，这边有一个增建，它这边后阳台，它这个有一个增建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看他们好像有一个电梯耶。对哦，等一下我们过去看电梯。我们先看他那个后阳台的。OK。他后阳台增建哈，就直接通到前面去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走电梯再来一次。他这有一个天井啊，这个可以做那个。天车把东西吊上来，这个你是说上面这个可以做一个天车？对，可以做一个天车吊东西上来。了解。很方便。这是二楼的开放空间。它这边有预留管线可以让你做厨房。也有天然气。这是天然气。天然气管线，好，我们来，我们去，这是他的厕所，二楼厕所，我们来坐电梯了，这个总建坪208坪，几乎是四栋透天，四栋透天的建坪，那四栋透天，那现在啊，现在一栋透天哈，一栋透天，比较新一点的大概就要2000万，那乘以四，那你就知道它真的是还算超值，而且尤其是它这个是工业地，你住家、工厂自己的公司可以合并在一起使用，楼上住人，楼下楼，那楼下就是。做办公室啊，还有工厂这样子。我们从顶楼开始介绍。
电梯不大，大概坐四个人。这是顶楼吗？对，顶楼。是在后面。第几层楼？这应该是四楼。好。这它前面有两个水塔。再往上还有啦，但是那个要爬那个树梯上去。这是后面的景观。那边就是高速公路，交流道就在那里。这是前面。它挡住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样看得到。OK。那它这个顶楼哈，跟隔壁，隔壁没有隔板，跟隔壁没有隔板。啊，对，我们这里是五楼啦，这边是五楼的顶楼。好。刚才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算是五楼。好。了解。OK。那我们再下去看一下。谢谢。屋主有交代。屋主有交代，要把电灯跟窗户都关好。这是楼下的居住空间。都很大间哦，这边算是这个可以当客厅，这边可以当客厅用。哇，真的是，这真的是电梯豪宅啊！这是它的那个厨房 ，L 型的超大厨房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它的，这是它的浴室。哇，干湿分离的。对，看起来都很新。它这边有一间暗房，这是一间暗房，可以当客房用。好。这间可以当主卧室，干湿分离，房间很大间。是啊，真的。对。好。地坪大，对，房间就大。还有一个阳台，好，哇，打开来好明亮，根本就不需要开灯。哎，对啊，它是遮光帘，窗帘。OK。先拍摄下去，等一下再上来关灯。然后我们从这边下去。哇，这个门也很特殊哎。对，这是拉门，可以阻隔。这个拉门真的蛮漂亮的。可以阻隔下面的那个冷气。冷气阻隔，一方面也是，就是跟楼下的那个工作空间隔开了。对。那这边，这边是三楼，它可以做办公室使用，这边可以隔办公室。对。真的蛮大的，可以放好多的办公桌。对。那这边有卫浴，两套。两套哎，这里一套。当然你也。楼上的房间基本上它也都是木头隔间，是，因为它本来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空间。它本来也是一个开放空间。哎，好大，真的。对，那当然你要隔房间用也可以。我们做这边就是通铺，就是做员工的通铺，员工的那个。如果你有外劳要一起住也是可以。不要讲外劳，是外籍劳工。对。一样啊，这是缩写。它窗户都打开了，都很明亮，根本就不需要开灯啊。对啊。好，可以了。对啊，真的。都很明亮。它有衣柜，衣柜都做好了，都还蛮新的。
这衣柜都很新，九成新，嗯，几乎没什么使用。哦，这个你看它这边开灯，都没有什么使用，就是盖好之后，只有一楼有在用，其他没什么在用。对啊，真的。其他的几乎是九成新。现在去二楼吗？对，我们去二楼。二楼也是开放空间，二楼是开放空间，还有个大阳台，以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呢，一层楼，它这个一层楼至少都五六十平，一层楼至少都五六十平，因为它的建蔽率是70%，建蔽率70%，它是地坪76平，所以70%，一层楼是50几平。一层楼是50几平，真的很大。我们以我们现在的华夏的标准，一层楼你这样子的50几平室内，这样一层楼的空间至少都是2000万起跳。以华夏来讲，何况这个是一间透天，又有电梯，又可以做工业用途的常住，当办公室，或者是住家，常住办三合一，又可以停4台车，4台车停不够，对面也可以停，那当然附近它虽然是在社口市区，但是我们从这边这一条路绕出去，它并算是也不是说很难找车位的地方。离交流道多近？离交流道大概一分钟。没有红绿灯，一分钟就可以到交流道了。当然上班时间会比较慢，因为最近整凤山路有点卡。大概是这样，5980，5980，有溢价空间。如果这你要说超值，见仁见智，有人还是觉得，地坪70几平要卖到5980，但是。如果以使用空间来讲，这一间真的算超值。那208平，这是合法建品，它还有后面的升建，还有后面的升建，使用空间又更大了。这是算一个还蛮稀有的产品，有需求的还是会找上门来，希望我的触及率过广，可以找到对的人。好哦，对，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多多介绍，有帮我介绍的，我们一定大红包送给你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